现行宪法发挥的重大作用，可以用六个有力来概括。40年的实践充分证明，现行宪法有力坚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，有力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，有力促进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，有力促进了人权事业发展，有力维护了国家统一、民族团结、社会和谐稳定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将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精神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宪法的重要论述精神，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，谱写新时代中国宪法实践的新篇章。